不行不行，我这。你多吃点。我已经吃了两块了，你那块我还分了我好多呢。够不够？足够足够，我再吃我就都出不去了。咱虽然打折，咱也不能玩命啊。一定要吃饱哦。今天难得请你吃饭，可得让你吃好了呀。而且啊，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帮你庆祝呀。你看你多厉害呀，顺利入职了，而且是美国的大公司，搜索系统的工程师。嗯，我就希望这工作啊能够长久一些，以解我燃眉之急。嗯，一定会的。哎呀，真好，现在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挺顺利的，十一哥呢也找到了工作，听说也挺厉害的哦。就十一能蹦的，我跟你说，那这些年你看他上蹿下跳的啊，有点什么难题，哎，你找他，他准有门道。所以我也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向十一哥学习啊？我也应该要向他学习，到哪儿呢？先适应。我觉得你已经非常棒了。你想那时候你还当众顶撞你的导师呢，这会儿呢，你同屋最难搞的两个女生都已经接纳你了，很棒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就需要好好努力向你们学习，希望我们以后都越来越好。来，越来越好。艾薇，艾薇，刘侃，咱们祖国发展太快了，你都不知道吧？这以前不敢想的事儿，现在全实现了。以前好多拿铁饭碗的人，现在说辞职全辞职了，好多人都下海经商了。哎呦，国内现在发展的都这么好了？是啊。对了，小刘哥，我爸妈最近怎么样了？我照顾你还不放心啊？我当然放心了，我就是，唉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。你看我现在在美国，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。我也知道平时都是你有空在照顾他们，我可能就想麻烦你，看你有时间啊，能不能帮我多去看看他们。陪他们聊聊天什么的。艾薇啊，其实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做点生意，我还有件事想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叔叔他去世了。我爸他身体很好的。艾薇，就是前几天的事儿。你妈怕你担心，所以我这次来美国，你妈专门叮嘱我不要让我来找你，不要让我告诉你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我知道你跟你爸的感情非常好，我不希望让你终身留下遗憾。不是，哎，别，叔叔的后事是我料理的。你放心，我尽我最大的能力，让叔叔风风光光的走了，没有留下遗憾。不可能的，我爸爸身体很好。前段时间我给他打电话来着，就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我还梦到他。是不是那些人干的？是不是那些人他害死我爸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杀了他们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Get out！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 ，sorry。
别太难过了，如果你这样，叔叔在天上看见，他也不会瞑目的。我爸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没？啊，有有。阿姨跟我说，前段时间叔叔一直念叨，他们希望你在美国过得好，你幸福。如果你好了，他们老两口就没有牵挂了。家里的债呢？这人都死了，他们说人死债消。人死债消？对啊，还有什么债比人命更重呢？有些债能消，有些债必须还。艾薇，我来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想让你知道你家没有债了。你一个女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，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了，何苦呀？帮我回去告诉我爸妈，我会在美国好好活着。艾薇，送你一枝花行吗？这哪儿弄来的呀？那个餐厅桌上都放了一只吗？哎，我是问过人家，人说这是免费的，可以带走的，我才拿走的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嗨，谢什么？我这一直，哎，就一直想感谢你这么帮我，想表示表示，但是我也没钱，也不知道买什么好。这样就挺好的。行，那喜欢就行。借我一美金吗？哦，你要干嘛？今儿这一顿算是吃回来了。哎，我接下来这一礼拜吃什么都无所谓了。还好意思说呢，暴饮暴食对肠胃最不好了，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。是，我给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让自己忍饥挨饿了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忘了给我保证呀？哦，我给你保证，以后有困难第一个找你。这也差不多。对了，那你今天晚上住哪儿？啊，我跟建国说了，我先上他那儿凑合两天。
那两天以后呢？啊，再去别的地方凑合两天。我替你想了，先租个房子吧。啊？啊什么？先得找个地方落脚呀，总得有地方睡吧。等以后拿到工资以后，你再把房租还给我呗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你刚才怎么给我保证的？哦，行，那就听你的。不跟你客气了。好吧，放心回去吧，我去溜溜神。来，亲爱的，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董事会召开了个临时会议，那几个家伙就是喜欢跟我作对。你一整天都在公司啊？当然，我可是很认真的在工作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。亲爱的，你真是辛苦了。一会儿呢，先去洗澡，晚上我好好给你按摩一下。嗯。怎么这么早啊？早点去，多看几处吧。咱美利坚根据地今天就要定下来了啊，走。怎么来了？工作好卖力呀！Welcome, my lady. May I help you? 真高哎！真好啊，环境。嗯，猫屎味儿了，对吧？李十一。对你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特别满意。回头你回家了，帮我好好谢谢家老头啊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又扣你奖金了？对啊，所以说特别满意。我现在在人家手底下讨生活，别人扔块骨头也得叼着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跟我实话实说。嗯。正在外面是不是有女人？他是你老公，又不是我老公，我怎么知道呀？他在外头有事儿。你说我这人运气是不是特别不好？之前我要给父母还债，我跟肖战分手，结果。现在我爸爸死了，好不容易嫁给一个老公，我原本以为他，结果刚结婚他就有外遇。我不怪别人，我怪我自己，我怪我自己没本事。我就知道这孙子要出轨，就是没想到出得这么快。不行，你报复他一下，你也出轨呗。开玩笑啊！他欺负我哥们儿，我很生气，我也很不爽啊。哎，哥们儿，想弄他吗？怎么不想啊？我做梦都想。我帮你啊！我听说你俩有一份婚姻协议是吧？对，签了。有没有研究过？我看了好几遍上面的条款，还有一些关于婚姻的法律知识。行，你不用说了。我是问你有没有对你有利的法律条款。有是有，但你必须抓到对方出轨或者是家暴的证据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咱两个就用美国的法律弄他。It's James.If you need anything, just tell me, okay? All right. See you later. Thank you.
if you want that new bag, don't worry, I can get it for you. Oh, you're fine. Yeah. It's wonderful, right? Sunshine. Yeah, here we are. Those dazzling green eyes, they get me every time.挺能折腾呀。来，钱。这个上一家刚走，收拾的都挺干净，也没有什么味道。好漂亮啊，经理。这个装修也都是新装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离您的学校也近。离肖先生工作的地方也近，有地铁，都很方便啊。你还可以睡个懒觉。啊？啊不不不，我们两个不住一起的，我也不睡这儿。啊，房子不错，但你看，能不能跟房东再商量商量，房价唠一唠？这没法唠啊，这是美国，不是中国，没法砍价。要不你这么着，考虑考虑那300美金呢？那个不行，那个连个窗户都没有。哎，哥们，你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呀？我肯定比你来的早，美国这片呢就这样，这地方跟中国一样，哎，一分钱一分货，这就是最好的地段，就这价钱。这样，你看还有没有别的房源，咱们再多看一眼。别的房源，那我今天真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我约了其他的客户。啊，那你给我留个名片吧。哎，打公司电话呀，有其他的 agent。 是这样，我呢是负责单人的。你们如果不住在一起，我真劝你们合租省钱，行吧？有4个人的，有8个人的，有10个人的。行，明白了，走吧，小心，咱们走。但不是挺喜欢这个的吗？那我看一下那个厨房和厕所啊。不是，真的来不及了，我真的后边好几个人等着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不是，看一眼能耽误什么事儿啊？耽误时间呀。美国每分每秒都要用美金来换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这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你太有意思了。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谢谢啊，我们不看了，下次吧，下次啊。哎，打发了2个人，后边怎么着？几点？他们3家全取消了吗？你玩我？那为什么呀？那我怎么办啊？这2个人不靠谱啊，肯定租不起啊。哎，都应该去租白宫，白宫不要钱，有本事就住进去。Sir, I think there is somebody following us. Inform the bodyguards and find some place to deal with him.詹姆斯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！为什么跟踪我？我没跟踪你啊，我跟踪你干嘛？我刚刚好从这儿路过。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别！哎哎哎！哎，别动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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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詹姆斯先生，我承认，我是跟着你了，但是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我就是想
找个机会吧，跟您说一下，我想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毕竟我也是双学士学位嘛，啊，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也是个有才华的人，你让我当一个门童不太合适。别太挑剔了，我告诉你，李十一，你离开了有大把的人愿意做，你并不值得这份工作，你不需要做了。哎，别，你要是不开心的话，我就接着当门童，当门童也挺快乐的哈，当门童也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您别把我开除了啊，你给我的机会，我错了，我今天我错了啊。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严重性，不好意思，你被解雇了。站住！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想确认一下，我是不是被开除了？是的。那我就不惯着你了啊！你说我没能耐，你有能耐吗？你连你老婆的心你都得不到，你多可怜啊！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话，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你不光可恨，你还是个王八蛋。没事儿，听得懂吧？别装了啊！你还是没长记性。我不怕你，你这个出言不逊的贫穷小子。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心虚了呀？因为你知道我说的就是事实，你老婆天天陪着你睡觉，但是他心里面装的根本就没有你，他心里面装的都是你的钱，他想等你死了把你的钱都给带走。呀，急了呀，戳到痛处了吧？啊，但是老子爽了。我告诉你，背后这些穿黑衣服的人，他们也都是为了你的钱。孙子，你永远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真心。艾薇，亲爱的，你回来了。你说。你跟肖战到底干了什么？你捏疼我的手了，我不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。你最好老老实实跟我坦白，否则我会让你和你那个中国男朋友一起从世界上消失。不要忘了，这里是美国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你疯了吗？肖战只是我的一个同学，一个普通朋友。是吗？你会当街给同学一点美金？你会为了一个普通朋友掏空你的钱包？不要狡辩了，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。你这个骗子，贱货！我给他钱又怎么样？难道你没有给其他女人钱吗？那些你带去酒店的女人，那些你带去看戏的女人，还有无数你带到酒吧和迪厅的女人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从来没有别的女人，这些都是你嫉妒过度产生的幻觉。我倒希望这一些是我的幻觉，可是你敢对上帝发誓吗？你敢发誓说你没有背叛我们的婚姻吗？哼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所有的钱都是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你能给其他女人钱，我就能给男人钱，你给多少我给多少，这很公平。你竟然敢跟我抬公平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要以为跟我结了婚就能和我平起平坐了。是我给你的钱，给你的地位和名声，别人才会恭敬地叫你一声詹姆斯夫人。没有我，你只能是一只被人踩死也没人注意的蚂蚁。那你呢？你又是什么？每次一靠近你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嫁给你之后，你杀了我还要难受。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！没有我，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开始，你别想
怎有好日子过？先看一下那个厨房啊。如果你第二次来还很喜欢的话，就证明你真的很喜欢这套房子。住进来你也不会后悔的。我跟房东说了，他每个月可以便宜20美金。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，你知道老外真的很轴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这房子说来说去也是肖战租啊，你有他的联系方式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联系他呢？我正巧碰到你了呀。碰到我啊？我是格林大学的学生，你是一个中介，你跑到我们学校去碰到我了，这可能吗？我喜欢吃格林大学的食堂，那个菜味道不错。你不说实话是吧？那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哎，别，好 ，OK， 我。我觉得你比那个男孩子更好说话一些，你对这个房子兴趣也比他高涨。我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因为还有2天，这个月就要过去了。如果我完不成这个业绩，我就要滚蛋。而且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，所以，我需要这份工作。你早说实话不就完了吗？丢人啊！这事可以商量的嘛。那现在咱们谈一下价格吧。价格没得商量，但佣金我可以帮你打9折，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。9折能便宜多少钱啊？那我个人再掏100美金给你们，可以吗？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也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。那就决定吧。好吧，这套房子我们定了，不过呢，佣金不用打折了，也不用返给我们钱，合同给我看看。好的。这个合同是很正规的，全国的合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就想看一下起租日期还有佣金。当然，我觉得佣金我还是应该给你打折，或者你收下我的100美金，谢谢你帮我。真的不用，你跟我说实话了，我现在也跟你说实话吧。其实呢，我们也不是付不起这个钱，但我们是学生啊，我们能有多少钱啊？我们也想能省一点是一点嘛。不过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中国人应该帮中国人，没关系。经验之谈，这边过得并没有那么好。啊？我家里并不是很富裕，七大姑八大姨的凑了很多钱，送我到国外来进修，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们以为我在这边很风光，我在这边已经待了10年了，花光了所有的钱，现在每月要筹房租，还要去廉价超市买打折的菜，我也回不去，活也活不好。中国有很多的机会，学完了以后你们应该回去，那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永远不会融入这个国家。嗯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说，那个门的锁能帮我换了吗？可以，签了合同马上可以。现在就签。破了相了，对不住啊，哥们儿。
我就是想激他一下，好像激的劲儿有点大了，这给你打的。我要的就是他丧心病狂，每一个耳光，每一个拳头，都要让他吐着血飞。倒是你，撑得住吗？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那孙子就没完了。反正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破罐子破摔呗，大不了死在美国，绿卡我正好不要了。你在他面前已经露馅了，你不能再跟着他了。如果被他发现，他一定照死里打。切，我怕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以前我在老家，我算过命，说我有80岁的命，以后肯定是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。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啊，整过我的，踩过我的，践踏过老子的账，以后都慢慢算。你是不是在找我？什么呀？我不认识你吧？我已经注意到你很久了，这几天你一直在跟着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想你肯定跟詹姆斯先生认识，要不要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？行啊，随便。你想不想见詹姆斯他老婆？他老婆想见你。喂，亲爱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，是我拨错了，等会儿聊，我一会儿再打给你。他想见我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对你绝对没有坏处。我说过的吧，你需要完成详细的解析报告，星期三，也就是今天。我说错日期了？您没说错。那是你没听见我说的话？我听见了。那么你的报告在哪儿呢？进来。玛丽安教授。Tracy， 你的报告落在诉讼里面了。教授，亲，刚刚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梅园那里我就完蛋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这个实验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，实验报告当然也有你的一份了。我之前不应该这么做的，要不这样好了，我现在赶紧去跟梅园说，然后把第一署名改回给你。哎 ，Tracy， 你干什么呀？你听我说。作为朋友呢，我也做得不好。我们又从你的角度出发，站在你的立场去想。我要早知道这篇文章对你那么重要，玛丽安老师给你那么大的压力，这篇文章关系到你的学业和未来的话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署名了。那我们还是朋友吗？我们当然是好朋友了。小青啊，你最好。好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嘛，对吧？嗯。你疯了，让我跟他见面？我当时没别的办法呀，要不然他就揭穿我了。我们两个女人见面能干嘛？
啊，见面互挠对方脸啊？你看你就是没我聪明，思维啊 open 一点。一个男人有俩女人，这俩女人为什么就非得是敌人呢？嗯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去那小三儿家去了，他家冰箱都是坏了，披萨也是过期的，房间里面还有老鼠。我想告诉你的是啊，这女的其实活了一点都不好，那孙子根本就没给她花什么钱。你是说让我给她钱？我是说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朋友。没有加糖。我想你为了保持最好的状态，等待演出机会，平常是需要严格控制糖分摄入的。你觉得你很了解我，是吗？我只是很了解我自己。你知道，当我看到你，就像看到另一个我，一个曾经的我。詹姆斯夫人，你叫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？这种感觉很奇妙，让我实在忍不住想告诉你，就像在看一出新上演的歌剧，可我都预先知道了所有的情节。哦，告诉我你知道的，你的现在和未来。詹姆斯夫人，你是在扮演会占卜的吉普赛女郎吗？让我猜猜，她向你许诺出演女主角的机会，让你去她办公室看剧本，让你自己挑选戏服，然后去烛光晚餐。哦，对了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还会有几件小礼物，项链或是耳环。看，詹姆斯很喜欢这种款式和颜色，我家里有很多。好了，够了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詹姆斯很快会对你厌倦，把剧本和小礼物送给下一个姑娘，像你一样年轻单纯。如果运气不好，他会跟你结婚。我想你可能说反了吧。看看我，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？这是詹姆斯打的，还能有谁？我不敢相信，可他平时非常的绅士。绅士，他在外面是绅士，可是在家他是魔鬼。你在他那里得到了什么？知道他为什么叫女人亲爱的吗？因为他有太多的女朋友，他怕自己忘了对方叫什么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只是想给你一个建议。你让我离开詹姆斯，我们一起离开他。来，我帮你。去哪儿了？他找不到他了。多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痛下决心，说不定我这会儿还在街头流浪呢。虽然这房租一分钱没砍下来。你还说呢，这事儿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。我没跟他砍价，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中介也挺不容易的呢，是吧？中国人应该帮中国人啊。是是是，都不容易啊，谁容易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跟 Tracy 和好了。真的？嗯，我们昨天一起去了图书馆。哎呀，你们这女孩的友情真是变幻莫测啊。说好就好，说掰就掰。不过这回玛丽安放过你，我还真是大吃一惊，这不像她的作风啊。哟，你可别提玛丽安老师，好奇怪啊，她最近，系里面同学都说她变化太大了。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？嗯，给我们所有人买了面包和咖啡，哎，奇怪吗？哦，那就是自己琢磨明白了，想缓和一下跟学生们之间的关系。不是不是，完全不是这样啊！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，他把他的电话号码写在了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黑板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是等着你们给他打电话吗？
谁敢给他打电话呀？拜托，就算有人真的想给他打电话，打电话干嘛呀？白天在学校里面训的还不够吗？晚上下课了还要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在家里面再训我们一顿。你们是不是给训怕了呀？哪有人会留个电话等着人打电话过去再挨顿训的？他留电话摆明就是让你们给他打电话，让你们表明态度，没准现在就等着你打电话呢。我啊，会有一束光在尽头等我去发现，黎明前难免有黑夜。目之所及，不必管距离有多遥远，就淋着大雨，又往前走。Everything we dream for， 像零星的萤火，在我眼中闪烁。Everything we dream for， 你时光之影。